听众在昨天向公司为都会推广昨天向个铁山雷蒙韩国冰龙山盘内中南黑福州的昨天用草杆几行北边冰龙山文化从纸上还强烈的加盖冰龙山银饰快乐内叠口唱老颜色技术韩国冰龙山结合强下为老昨天铁色的修行加添性格风貌没有斑纹然后呢它长得很均匀它背后是这样做桑的农民会利用槟榔叶来做桑的是流对天气长幼的生物每到某位亚红文化媒体朱天雄和金头的传统做槟榔桑啊，连对书法哦，对这个叠古巴特啊，对后的一些蔬菜都更加是自然呢。将来人也着花花草草，娘妈去槟榔山方的啊，该重要该奖该奖的又艺术品。用槟榔山来打乒乓，朱天雄增加槟榔山的用途，同槟榔山结合种植艺术和杀鸡过关游戏，带点好研究槟榔山。今天比较有艺术的感觉，然后老师说是百变的扇子，然后送人的话可以当成一个赠品结善缘。朱天雄公所讲，除提爱吹讲槟榔山以外，雷蒙同文心兰要去朱天的铁山，也拜推出朱年幸福发通，就是希望人下实际去到朱天体验客家种的生活。客家新闻潘胜峰评论报道。